快点。啊，他已经累了，他去公园玩回来以后就非常的累，所以他已经不玩酒，补鸡补鸡了，不然的话他应该走了吗？还没，他那个要等修成洗完澡。小布，我绝对不能去。他要去有什么办法？他不能给他付钱哦。好，我知道。